感知中国力量，军事纪实。2013年，李在德的回忆录《嵩山风雪情》再版。年过耄耋的老人，91年的人生历程，跨越了世纪的风雨，历经生死的考验，青春的热血和暮年的感叹，交织出一段跌宕的人生。而关于抗联，关于88旅，无疑是这段人生经历中最让人难忘的回忆。1937年6月28日，小兴安岭的密林中，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联领导人汇聚在抗联六军密营里，召开了关于北满临时省委的扩大会议。刚满20岁的李在德第一次见到了他耳闻目的三军军长赵尚志。当时赵尚志提出来了，我们这里这么多的漂亮的姑娘，这么多小伙子，给我们找个对象好不好？开始的开玩笑，开玩笑变成正事。随后，赵尚志又跟负责会议记录的三军参谋干事于宝和开玩笑：“你眼光高，不知你相中了哪位姑娘？”没想到，于宝和爽快地说：“我看李在德同志挺沉稳。”就这样，于宝和的直率让玩笑变成了事实。赵尚志和冯仲云当起了媒人，两个革命青年走到了一起。战友们采了鲜花，会场成了婚礼的礼堂。李在德不知道的是，热闹和谐的婚礼背后，却是这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围绕抗日反满不并提、抗联的战斗该往哪个方向走等问题，抗联的主要领导人难以达成共识。37年末，中共代表团就已经回到延安去了。延安的这个党中央的对东北的抗日斗争非常关心，也派过来许多人来这个到东北来找抗联。关内当时有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他们派过来许多人呢，到东北来以后，有的被日本人抓住了，被敌伪这个判刑了，所以说接触不到抗联，就始终就没有建立了这种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当时东北抗联失去了党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1937年11月26日，绝望之下的赵尚志给自己黄埔军校时的老师、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布柳赫尔元帅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出人意料的是，苏方很快有了回应。1937年12月底，抗联六军2师师长陈少斌从苏联回到国内，他带回了令东北抗日联军高级将领们欢欣鼓舞的好消息：苏联准备对日开战，苏联方面邀请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行动的问题。对于陈少斌传回的消息，北满临时省委非常重视，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派赵尚志为代表前往苏联。1938年1月4日凌晨，肩负着重要使命的赵尚志，从罗北县名山东部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他与护送他过江的部队约定，一个月后仍在此相见。1938年2月，就在赵尚志过江的同一地点，突然出现一支骑兵部队，他们是第六军军长戴洪斌率领的500精锐骑兵。按预先的计划，接应赵尚志的归来。但几天过去了，他们没等来赵尚志，却等来日伪军的围剿。此后，赵尚志一直杳无消息，这支500人的骑兵部队同样音讯全无。此后，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第三军4师师长陆西田战死，接替他的师长陈云生叛变。这一年冬天，
李在德所在的三军四师第32团仅剩下37个人。1938年末，决定过江去苏联寻找赵尚志。就在赵尚志赴苏联不久，李兆麟宣布了成立三路军的通知，将3、6、9军和独立师集中领导，成立抗联第三路军，并决定撤销赵尚志在党内军内的职务，由李兆麟继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而此时流传的另一个消息是，赵尚志已经叛变投敌。有人说这赵尚志，那怎么能变得这样呢？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有人说啥呢？黄埔军校毕业，这黄埔军校他盯着啥呀？是吧？你看看，这蒋介石他们家黄埔军校的校长呢，他还变了呢。李在德和丈夫于宝和来到苏联时，正值远东势力吃紧，苏联方面收到情报，日本关东军可能发生大规模行动，苏军极力动员他们回哈尔滨为苏方做地下工作，但于宝和一再要求见赵尚志，并刺破手指写下了我要见赵尚志的血书。开始他们纵容我们到哈尔滨或者长春啊大城市里做秘密工作，我们坚决不干，不干，我们还是回到招商者我们游击队的司令，我们还得找招商者我们的游击队去。二人的坚决态度终于让苏联方面不再坚持，随后将二人转送到了伯利内务部的地下囚禁室，在那里他们终于见到了赵尚志。原来应苏联之邀赴苏寻求援助的赵尚志一到苏联就被扣押，而且苏方并不承认邀请抗联领导来苏，并把责任推到布柳赫尔元帅的头上。就在赵尚志写信给布柳赫尔的一年后，布柳赫尔被秘密处决，而接应赵尚志的那支500人的骑兵部队同样被苏联扣押，后被遣送到了新疆。至于苏联为什么扣押赵尚志和其他抗联战士，却一直没有确切的说法。1939年春，远东局势吃紧，4月，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防军接到了莫斯科的密电，允许向中方游击队提供帮助。1个月后，诺门罕事件爆发，日苏双方在中蒙边境投入重兵，大打出手。也就在此时，在被关押了一年后，苏联方面终于允许赵尚志带队回国。李在德、于宝和连同其他100多个抗联战士，带着从苏联带回的武器和补给，也跟随赵尚志一同回国。然而，此时在东北等待赵尚志的，却不仅仅是抗日的战场。尚志市，这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人名做地名的城市。1947年，为纪念曾经在这里打游击的赵尚志，由朱和改为尚志，赵尚志这个名字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然而在1939年，从苏联返回东北的赵尚志却面临着一场信任危机。赵尚志带着100多人回国后打了几场漂亮仗，随后在伊春老白山、汤旺河一带展开游击。与此同时，赵尚志主持支部委员会决定以违抗命令、动摇罪名处决了原11军军长齐志忠。此后他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身份向冯仲云、金策、李兆麟等北满省委的领导人发出邀请，共同分析当前局势。但等了近3个月，也没有等到北满省委委员们。
而另一方面，一场针对赵尚志的讨论会在抗联六军二师内部召开。党员大会就动员大家了解为什么去叫赵尚志叫界，因为他是反党的，他要杀我们的领导，所以必须得杀掉，交界叫赵尚志的界。六军二师师长正是一年前从苏联带回消息的陈绍斌。在党员大会结束后，陈绍斌带着二师几十位抗联战士包围了赵尚志的部队，眼看一场抗联内部的危机即将爆发。去了以后他也没出面，而是派了三位干部，李宝和、李在德、陈雷来说服我们这些人，而现在他背着一袋子白面，一袋子刨着肉，是鹿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战士拿着枪就卡着这个胸上了。完了以后，他们很冷静，你们这是错误的，不应该这样。我们赵司令是领着我们抗日救国的，完了你们不要上奸细的当。在于宝和、李在德和陈雷的反复劝说下，气氛缓和了不少。二师部分领导随即去见赵尚志，经赵尚志解释后，消除了部分误解。但二师师长陈绍斌却拒绝与赵尚志见面。虽然陈绍斌带队离开，但赵尚志的危机却没有解除。哈巴罗夫斯克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河口东岸的中等城市，过去的名字叫伯利。1940年1月，一场事关抗联前途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呢，就是总结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另外特别是总结一些当时党内的一些这个路线上一些问题，是吧？斗争的方针策略问题等等吧。那么在这次会上呢，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请求苏联援助。参加会议的除了冯仲云、周保中，还有撤回苏联的赵尚志。就苏联援助等问题，几位领导人达成了共识。苦撑多年的东北抗联第一次与远东苏联当局建立起关系。此时跟随赵尚志返回苏联的李在德夫妇也有了新的安排。学习无线电，因此那个时候学无线电力的人还不多，那个时候都是东北过去的人，又是老百姓，又是部队的，又是抗日联军的。跟随赵尚志返回苏联的战士们，在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也陆续开始担任其他的工作。然而就在三位抗联领导人的会议结束后，交通员传来消息，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通过决议，认定赵尚志等人处决齐志忠企图捕杀北满省委等严重问题，决定开除赵尚志党籍，而且是永远开除党籍。李在德、于宝和夫妇和其他返回苏联的战士共7人，也一同被开除党籍。不久后，另一个消息传来，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东北蒙江县附近孤身战死。根据日方的资料记录，杨靖宇战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将抵抗到底。”1940年4月，在冯仲云、周保中的调和下，北满省委同意了赵尚志到抗联第2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几个月后，李在德在当地的医院产下一个男孩。在生下孩子几个月后，有任务在身的李在德不得不跟出生的孩子告别。必须得孩子送到幼儿园，而且呢，送完幼儿园以后就要让他去回去找周保中报道，找周保中报道，就这样。
后来送到幼儿园了以后呢，当时也没起名字。1940年初，赵尚志带着余宝和等人再次返回东北，在临行前，从苏军代表王新林口中，余宝和才得知自己已经有了儿子。赵尚志为孩子取名余根直，以纪念曾经的朝鲜族抗联战士李根直。但这个叫根直的小男孩从此再没消息。1940年，从东北各地坚持抗战多年的抗联部队开始分批撤入苏联休整重组，伤病员、孩子和一些怀孕的女同志第一批撤入苏联，但日军的围剿却比以往更加疯狂。黎敏所在的六军二师一路上被日军紧追不舍，师长陈少斌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决定。我那个师长陈少斌，我给你们说说，不行了，不行了，我们不行了，这个你们这么顺路吧，愿意走可以给你们一个人两块钱啊，带枪走给你混一碗饭吃啊，走吧走吧，不行了，宣布了不干了，都哭了，我们小孩都哭了，一哭啊，就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正好白团长站出来了，他还腿还受伤了，没往前跑了，站出来站在中间，不怕死的站出来跟我走，我带着你们去找张政委、冯仲云。躲过日军后，原本上百人的部队仅剩下40多人，在团长白福厚的带领下，部队开始坐船过江，但危险却没有摆脱。那个逐渐逐渐天就开始亮了，完了以后我就白团长那个江边上有一包，正我们看那天越来越亮，我就看得清楚，分过去太阳旗，这个时候一阵不行了，那白团长说你们谁也不准出来，你们要不要动，这个时候天越来越亮了，把机关枪把那个反杆打掉，打呼了呼了呼了漏，然后你就往下打，往下打你船漏了，是不是在一块儿了，这个时候那个肚子倒也还有个心眼儿，这不是那边是苏联吗，这个是中国，所以戴红军帽的把它站出来站在前边啊，所以说我们就表示一下我们是个抗日联军是吧，站在前边，我们那时候也六七个吧，站在个军帽里，其他的帽子都丢了，完了以后就站在这边开始唱国际歌，歌声终于吸引了河对岸的苏军，在确认了正式抗日联军后，苏联红军立即派遣船只接应，部队终于顺利过江。另一方面，脱离部队的陈少斌化名石新，与4、5名土匪在海伦、克东一带活动，抗联第三路军随即对陈少斌发布通缉令。2年后，陈少斌被其他匪徒打死后，根据日伪档案证实，陈少斌早在1937年就被捕叛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卫国战争打响。1个月后，苏联方面决定让周保中组建抗联小队，回东北建立根据地，牵制日军后方。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下辖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连、1个迫击炮连，全旅由中苏朝3国人员混编，其中抗联官兵约650余人，周保中任旅长，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李在德被编入无线电营，并经常返回东北执行侦察任务。此时抗联大部分部队已经撤入苏联，但李在德始终惦念着的赵尚志却没有消息。直到1943年，他才听到
关于赵尚志的消息，谁都不敢相信这位威震三江的赵司令牺牲已有一年半之久了。1941年年末，赵尚志带人在东北执行任务，原本应于12月返回苏联，但赵尚志让其他战士返回苏联，自己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姜立新留在了东北。1942年2月12日，在率部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时，被日本特务打伤。赵尚志命令姜立新立即带着他身上的文件转移，自己则拼尽最后的力量掩护，但终因失血过多昏迷被俘。面对日伪的审讯，沉默以对，在坚持了8个小时后，死在了一片黑暗的监狱中。日伪锯下了他的头颅，大肆宣扬，后头颅神秘失踪，直到62年后才被重新发现。1942年底，有了新番号的抗联部队，一方面进行各种训练，一方面不断返回东北侦察。由于表现出色，李在德得到了部队的嘉奖。1943年，于宝和恢复了党籍，2年后李在德也终于恢复党籍。这一年冬天，苏联方面授予88旅军旗，在那一刻，李在德和所有幸运活下来的战士们，或许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纪念着那些倒在白山黑水间的战友。如今李在德跟孙女一家生活在一起，97岁的老人依然能够自理生活。孙女的儿子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祖孙总是其乐融融。或许会有那么一刻，小孙儿的身上幻化出耕植的影子，白山黑水间的岁月也永驻心头。